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大中华20岁的生日晚会哦。我们今天晚会哦，有来自各地的嘉宾已经陆续到我们的会场，将为大中华带来很多充满欢笑的表演哦。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来自各地的嘉宾，拍拍手。首先我们要欢迎台客班由我们中皇班的小朋友所扮演，今天呢将带来浪花一朵朵台客舞，还有呢红，他们以红色的舞衣，然后呢哇，他们今天呢穿了红色的舞衣哦，抢尽风头咯，火辣的舞衣带来更呛辣的演出，待会呢看看自己小辣妹所带来的表演哦。哇，跟所有的爸爸妈妈挥挥手。好，我们欢迎中皇班的小朋友，他们今天会带来两个节目哦，一个是浪花一朵朵，还有一个我爱台妹。好，接下来海洋温柔的小精灵，还有美丽的热带鱼，是我们小班还有幼幼班的孩子所扮演的，今天也带来了海洋之星与鱼的王国，两个充满夏日风情的表演哦。我们欢迎小班还有幼幼班的小朋友入场。好，小班的小朋友记得挥挥手。好，各位爸爸妈妈是不是呢给我们小班的小朋友呢掌声鼓励，给他们，给他们鼓励鼓励啊。哇，他们呢年纪虽小，我看看他们等一下要表演出很精湛的舞曲哦。那他们手上哦都有拿着礼物哦，哇，他们会拿着礼物呢上台呢，哇，因为今天呢是一个生日 party 呢，所以呢所有的小朋友呢都会准备礼物哦。好，接下来呢一群呢青春洋溢的舞者呢也将带来这热情的祝福，为大中华祝贺中红班的孩子今天将带来魅力四射的啦啦队表演哦。好，我们欢迎中红班的小美女还有小帅哥，举高你的双手跟爸爸妈妈 say hello。 哇，手上有礼物哦，那要庆祝大中华20岁的生日。好，为台湾加油，也为大中华幼稚园加油，由我们大红班的小朋友所扮演的加油团要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是2008前进奥运加油的啦啦队表演，我们欢迎大红班的小朋友入场。哇，他们准备的礼物好大一个哦，小朋友会不会很重啊？哇，好有力气哦。好，接下来呢由我们森林王国的小蜜蜂小猪还有呢小白兔，为了要庆祝大中华的20岁生日哦，今天呢远从山上来到大中华，待会呢蜜蜜班的狂欢派对即将展开咯。好，我们也欢迎 Miki 班的小朋友小白兔还有小猪小蜜蜂们也来到大中华，要来帮我们庆祝生日哦。爵士舞者穿着闪亮亮 bling bling 的服装，青春洋溢的孩子是由中红班的小朋友所扮演，一场充满激情跟浪漫的表演就在今晚要呈现给你哦。我们欢迎中红班的小美女们还有我们的帅哥挥挥手。哦，谢谢你们的礼物哦。好，接下来呢阿罗哈夏日风情的草裙舞者呢也要为我们带来祝贺，大黄班的小朋友今晚要让我们一起在徐徐微风中享受他们的热情演出哦。哇，他们送的是那个小熊耶。好，接下来王建民加油，台湾加油，棒球是我们的最爱，
充满动力的棒球选手也来祝贺，来一球红不浪，让大家看到发亮的大中华哦！大红班的孩子一首棒球红不浪，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的热情。我们欢迎大红班的小棒球选手们，挥挥手啊，挥挥手！所有的爸爸妈妈不要吝啬你掌声哦，帮我们小朋友拍拍手，好可爱的服装哦！哇，他们打棒球哎，以后呢，希望呢可以像王建林一样呢，哇，那么厉害。好，我们，好，所有的爸爸妈妈呢，现在呢，以我们掌声呢，欢迎我们的小老虎们，他们呢，在老虎妈妈的带领下呢，到达我们庆祝的会场哦，大黄班的小朋友们。热情夏威夷结合乐器敲击，要为了大中华鼓舞出最美丽的节奏哦！好大一台哦，那是冷气吗？好，我们谢谢大黄班的小朋友，也谢谢所有带我们小朋友出场的小红班的芬满老师，帮我们挥挥手，还有我们中红班的秀琪老师，中黄班的玉娟老师。玉娟老师在哪里？没有挥手。大黄班的婉珍老师，还有我们大红班的静怡老师，以及 Miki 班的平文老师，带着我们小朋友入场。好，各位小朋友晚安。好，好有活力哦，大家晚安。好，今天是谁的生日啊？对，大中华几岁的生日啊？20岁，对不对？跟品均老师一样，也20岁。好，大家好，各位爸爸妈妈，我是品均老师，大家好。好，很好，等一下礼物就是你们的了。好，那呢我呢就是呢小朋友最喜欢的体能课老师，我叫做球球老师。好，我们也欢迎球球老师来一起跟我们今天一起主持节目。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思颖来到大中华，对不对？那我们刚才也是不是有介绍很多漂亮的幼稚园老师，所以第一个节目呢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有我们大中华的公主帮哦。公主帮的成员们，请你们上台来了。知道公主帮是谁？小朋友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哦。那我们来一一看，我们的公主上来了没？好，小朋友全部站起来。